一直在外面。最早又没工资，就交了一个手续费。
这大裤装。行了，你就先发这些吧，你至少先给到他一些东西，然后你跟他说一下，你就是拍一个照片，回头再盘点。啊，好的，你就直接发在群里吧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
坐一坐，然后就别站好了。哎呦，这个，哇！哈哈哈哈！这老是这么破相吗？他老是这么破相。这还跑？
方二十四公里。
区，就是他一间别墅，那个别墅可以直接就是方向对。Thank you.
看到那个地方呗，是吧？